定了，先歇会儿吧。好，我把它定牢，等一旦我走了，刮风下雨。谭志，谭志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看，啊，我去告诉爷爷。哎，小妮，哎，谭志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 三角，啊，咱们一起走。嗯，去南少林。兄弟，这里就不用替我担心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就在这飞云观，一世隐姓埋名，了此残生算了。你可想好了？我本来就是个凡俗的命，过不了清修，也吃不了斋，本来就是个浪荡公子，可偏偏让我遁入空门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别的你可以不要，亲人的深仇大恨，你也不报了。啊，其实这个。 我也想好了，家仇国恨靠我三角是难报了，这一切都要靠兄弟你呀。好吧，人各有志，那就分道扬镳吧。哎，事不宜迟，越快越好啊！我这就下山替你打探消息去啊。哎，有消息我通知你。 谁？啊！爷爷！谭志，只要你一上岸，我就放了这个老家伙。谭飞。
你要上山，我放了他们。嘿嘿，别人可以放，三脚不能走。啊！哎，你的狗娘养的，老子没把你儿子塞在井里头，你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？孩子，不要相信豺狼，快走！你当心呐！啊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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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别看了，有人跟踪。一、二、三。快快快！快快快！我还不如下水吧。你要不是不知道，我不会水。与其在这等死，还不如淹死。这我宁可等死，也不能被淹死。 你，哎，把手给我，啊，快，抓住我，哎，没事没事，好了，你，哎，这儿，看见船了吗？啊，咱上船啊，哎，快，上船，哦，嘿，来。 干什么？哎，你扮小后生，我扮新娘子。小两口回家看戏。哎，等一会儿一混就混出去了。哎，我扮不像啊！哎呀，现在当然不像了，等会儿天一黑呀，不像也像。不，这你赶快穿上抓紧时间呐！来来来，赶快穿上穿上，哎，穿上看看啊，帽子一戴。哎哎，你还没完了你！你真挺像的嘛！去你的！快快快快，仔细查看，一个也不许放走。快点！ 大家都不许乱动，我们到这儿来是。
搜查朝廷侵犯的。何妹，看来你这位于大人是想搅我们的场面。哼，姐姐放心，有于大人在啊，没事敢搅我们的场面。只要你们抓住这个朝廷侵犯，官府赏银3000两。哎呦，数目还真不小啊。对呀，大人，这里我都搜过了，不过没有搜着。他们肯定藏到什么地方了。是有一个地方，不过小的没敢去搜。哪儿？红船。听你这口气，好像是我们把它藏起来了。哎，小姐哪的话，只怕是他们自己躲在那儿的。哼，那你们上船去搜吧，里里外外翻一遍，还问于大人干什么？好蠢，红船那是女人待的地方，他们怎么可能藏到那儿呢？那大人的意思是？吩咐下去，撤出戏园子。是。出来呀、啊！我扮的不像啊！哎呀，出来吧！这你说的什么馊主意啊？哎，我觉得我们挺般配的。哼，今天啊，真是倒霉。就是的，第一场啊就出了眉头，下面还不知道该出什么事呢。不过幸亏啊有于大哥，要不这场子还不知道怎么办呢。一口一个于大哥。你啊，又跟他不是小两口，看你跟他亲热的。哎呀，官人，你又吃醋了。你才吃醋呢。阿香，阿香，阿香，有人，没人倒怪了，不是阿香吗？不是阿香，里面有个秃顶的男人。男人啊！哎，你别怕，我先进去看看。啊！两个，快去喊人呐！哎，啊好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别误会，我们是好人呐！啊，好人，好人还学人偷东西啊？就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实在没办法才会暂时穿上你们的戏服。是啊，是啊，千万不要真的把我们当成贼啊！是啊。哎，各位姐姐，你们偷了我们的衣服，让我们怎么演戏？是啊，唱戏，唱什么戏啊？梁山伯与祝英台。你大男人的，害什么羞嘛？好了，快把帽子还给我。好，给。你们两个是和尚？我们是和尚，是我们是和尚啊。和尚，和尚怎么上了我们红船上来了？说。我看呢，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没准啊是两个花和尚。不是，对，各位姐姐们，我的希望
我是个花和尚。说什么呢？哟，是吗？姐妹们，还不快招呼我们这两个花和尚？哎呦，不必了吧？走吧走吧，不必了，那我先走啊。走走走，哎，别别别，别动，好，不动不动。姐妹们，哎呀，别打别打，各位姐姐们，别打别打，哎呦，别打别打，他居然救命啊！哎呦，别动，哎好，不动，我不动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，和尚。哎，不就是那个朝廷钦犯吗？啊，他怎么会是朝廷钦犯？就是啊，你们看这么漂亮的和尚，怎么是朝廷钦犯呢？别这样，别这样，男女有别。哎，你们两个别闹了，我有话要问他。你老实说，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人？是啊，对呀，说你是不是朝廷钦犯？各位姐姐，我跟兄长落难于此，误入宝船多有得罪，但请你们相信我们是好人，还请各位姐姐网开一面，放我们下船吧。哼，你说的轻巧，就这么一句话我们就能放了你？你不说清楚别想下船。好姐姐，如果我们真的是朝廷要抓的人，你们留着我们不放，那不是招祸吗？看他都招了，你认不认？既然是这样，我们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，我们就是官府要抓的人，但我们是冤枉的。怎么，你想跟我说戏里的故事，说你们是好人？什么样的好人？奸臣当道，忠良受害，这故事我听多了也看多了。我们就是赵氏孤儿里的赵武啊。此话当真？我们真的是忠良之后啊。那涂案甲是哪一个？当今朝廷的佟大宝。佟大宝，佟大宝啊，就是那个权倾朝野的佟大宝。哎，姐姐真是绝顶聪明啊！我们兄弟俩的身世，那真是活脱脱的一出赵氏孤儿啊！哎，你不能进去！走开！你们红船难道是万岁爷的后花园？怎么？连老子的公干也敢挡？我们红船虽然不是万岁爷的后花园，但是也轮不到你这种人来搜啊！我没心思跟你贫嘴，等我搜出了侵犯再找你算账。走。是是是。那我出去。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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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点，快快出去。报告大人，里面什么都没有搜到。你们红船一共有多少人？十六个。十六个，人数差远了。我们有几个姐妹生病回家，有几个姐妹到镇上采物购粮，还有……行了行了，你们有没有收留男人呢？没有。没有？怎么，你还想让我们姐妹脱光了衣服让你检查不成？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老子让你脱就得脱，不叫你脱光了，老子我就不是亲娘养的。嘿，哪来的杂毛狗？哼，给你吐点口水，你还不知道该怎么着了？你这骂我？骂你怎么着了？别人啊，我还懒得骂呢。来人，把他们全都给我脱光。是。嘿，于大人请。嗯，请。于大人到。于大人。找什么事儿？有人欺负你和妹妹，你看还哭呢。哦，白河妹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于大哥，你要搜就搜好了，怎么派个畜生来，非要我们脱了衣服给他看才行？什么？大人，您别听他胡说。我问你们，谁让你们上来搜的？大人不是吩咐小的，这红船也要留心查看吗？哼。我让你们留心查看，并没有让你们上船来搜。这还不快滚下去。是。走。是。白河妹妹，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今天晚上到海鲜楼与大哥请客赔罪。那我吃饱了，我姐姐怎么办呢？这姐姐当然一块去了。那妈妈呢？没有妈妈，哪里来的姐姐妹妹呀？
有道理，妈妈和众姐妹一起去怎么样？哎，你们听见了，于大哥说了，今天啊，海鲜楼他做东。好，那咱们就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啊。哎，于大哥，今天你怎么这么大方啊？嗨，这算得了什么？如果有一天我把朝廷钦犯拿到了，我还要请你们到杭州城去吃龙肝凤脑呢。哎呀，龙肝凤脑我可消受不起啊。好了好了，今天晚上我在海鲜楼等你们啊。哎，于大哥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怎么，白河妹妹真心想留我？我留你干什么？哎，难道你们红船上不缺男人吗？哎，我们红船上缺男人也不缺像您这样的，我们呀有两个钦犯小和尚就够了。好，等我抓住了朝廷钦犯，我再好好的宴请你们。就这样，于大哥请。于大人你慢走啊。于大人，哼，鬼才稀罕呢。多谢。哎，先别说了，赶快换装再说啊。好，哎，好好好，快点。哎，白河呀，赶快打发那两个小和尚逃命去吧。哎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妈妈，现在你无论是把人放出去还是被人搜出来，我们都是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看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好人做到底。那你的意思？哎，妈妈，我们带着这两个朝廷钦犯一走了之。这太危险了。哎呀，妈妈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哎，妈妈，干脆呀，我们唱一出搜孤救孤啊。哎呀，我没一点主张，就由着你们吧。妈妈，外面好多人还等着看戏呢。哎呀，下次演吧。哦。哎，对了，那于大人怎么办呢？那就干脆给他来一个不辞而别。你们真是胆大包天。阿香，起锚扬帆，咱们啊出海兜风去。好嘞。哎，这顿海鲜可惜喽。还有杭州城的龙肝凤脑，还有官府的3000上银呢。去他的，去他的。哎，你们这对姐妹真没法子，去他的吧。妈妈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开船起航了？阿香，此处不留娘，自有留娘处，开船。哦。哎，我看你的于大哥今晚可是一场空欢喜了。那有莲哥哥在这儿，我还要他干嘛呀？啊。好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多谢各位姐姐。二位就将就着住吧。好。哎，我还没见过男人睡觉呢，打不打呼噜，说不说梦话？不会的。哎，表弟爱说梦话，他是被吓大的，苦大仇深，免不了做些噩梦。你怎么知道我说梦话？你不睡觉啊？说就说两句吧，只要不梦游，那就无碍大事。哎，你们可要当心三角啊，他有这毛病。哎，你才梦游呢，我那是起夜撒尿。起夜撒尿那可不行，上面姐妹们睡着，你半夜起来撒尿，那成何体统？不撒我受不了，这总不能让我在这儿解决吧？哎呀，这……那你就憋着吧。啊，我把规矩说在前头。好，没事，你们不能在船上乱走，在舱里乱串；没事，不能当着姐妹们的面光身子打赤脚、说粗话、放臭屁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，这跟寺院的规矩差不多。哎，国有国法，船有船规，红船的戒律我们一定遵守。是啊。知道得罪我佟大宝没有好下场。快！
紧了，别松手！放手，放手啊！不要，小妮！哇！谭志，哎，谭志，啊，哎，睡着了？睡着了？干嘛？哎，你说这红船姐妹当中哪个最漂亮啊？你无聊啊你！我只是想试试我们两个谁的眼力更好。去睡觉睡觉睡觉。哎，那你就说说他们在台上唱戏的时候哪个最漂亮嘛。去。喂，起来起来，哎呀，起来起来。你很烦呢你。哎，我烦不烦你就发表点意见嘛。啊，白河吧。白河。那红莲呢？也很俊秀呢。哎，红莲可是我看上的女人啊，你可不能动鬼心眼儿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看是你小子动了邪念了吧？你想也别想啊！去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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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你入洞房的滋味都尝过了，也不看看我们可怜，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你？睡觉。何妹，你怎么了？翻来覆去的，不知怎么，老也睡不着。哼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有我在，可不准你胡思乱想，朝三暮四的。哎，姐姐，你说那两个和尚，哪个长得好看？我觉得那个谭志，不多言不多语的，蛮有吸引力。有大将风度，你能不能轻点啊？哎，你还没睡呢。废话，还不是你吵醒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一想到上面躺着那么多女人呢，我就怎么都睡不着觉啊。哼，切。哎，莲姐，你听，他们好像在打呼噜。你怎么知道是他们在打呼噜啊？心里有一种感觉。我看你呀，是看上那个谭志。你别胡说，论年纪，我该当他姐姐，我们呀是姐弟缘分啊。好一个姐弟缘分呐。哎，你又怎么了？哎，我的兄弟啊，我想撒尿。那你就忍一忍吧，你别忘了你奶奶的吩咐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更想饿。哎呦，哇，哎，我是爱莫能助啊。哎，莲姐，你听，这是谁在舱底走动？哎呀，
他们俩在干什么呀？睡觉了。嘘。哦。哎，可是我，表哥啊，别说我不帮你啊。啊，师傅呢，倒是曾经教我一个憋尿的方法。喂，你有办法还不赶快说出来？你真想知道？哎呦，我真的是憋得受不了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咱们睡觉吧。嗯。别这样看着我，我是来看着你们两个的。妈妈是怕我们红杏出墙。平时我一躺着就睡着，今儿个怎么翻来覆去都睡不着啊？我看呢，是妈妈您想红杏出墙吧？胡说！给，嗯嗯，哎。哎，兄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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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我破绳子干什么呀？啊，哎，你先用绳子啊，把你的出水口给扎住啊，然后拿顶倒立。哦，哎，这水往低处流的道理你懂不懂啊？哦，百试百灵啊。哎，这可谁帮我？哎，这事儿你自己来吧，要不然不灵了。啊，哎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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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感觉怎么样？哎，哎，你就别说啊，这好多了，真的啊。哎，那你得挺住啊，我先睡了啊。喂喂，你，哎，千万记住啊，一定要多立一会儿，不然水位下不来啊。哦啊哦。哎，你们听到什么？嘘。哎，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这是干嘛呢？啊，我跟他练功呢。练功，练功，练功！我们一起练，是练吧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呀，功明天再练，快回去睡觉吧。啊，就是就是，明天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，快回去吧。快快快，去去去去去！是吗？不回去啊，明天再练啊。我也想练。哎，他们不让我们练呀，我们在这儿练。哎，好啊，在这儿啊。好啊，来来。哎，你怎么还站在这儿？快回去睡吧！啊，走啊，走啊！哎，你们又在干什么？练练功啊！他们干嘛呢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上去呀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实在是憋不住了。呀，憋不住也得憋呀，要不然被赶下红船了。快快快！就算是被赶下红船，也得先下了这泡尿啊！哎，我停！别别别别别！受不了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了！喂，开门呐！开门！各位，各位女菩萨，救救我三脚啊！Thank you.
大早被你吵死了。那是红川姐妹在练功，人家都知道练功，你看看你，哼，什么都跟我比啊，烦。哇，这什么味儿啊，这么骚啊。啊，喂，你还好意思说啊，昨天我差点没被你害死啊。这我怎么了？哎，你那个什么狗屁憋尿秘方啊。哎，昨天呢还没过多久，我就憋得疼痛钻心，哎，想去供所方便一下吧，可这舱门又被人锁上了。哎，这舱门锁了，你别往那儿尿吧。你还好意思说，如果我打不开那个蝴蝶结啊，这辈子我就断子绝孙了。哎，活该。你，我陆子峰把你当成兄弟，你就诚心捉弄于我。这叫惩罚，惩罚你。我陆子峰就是凡夫一个，吃五谷杂粮，拉屎撒尿，咬牙放屁，七情六欲，尘根未尽，难以成佛。这下你满意了？你，哎，你可真有出息啊。哎，你说的对。哎，我陆子峰啊，就是僧不僧俗不俗的货色，哎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哎呦，哦，呦呦呦，大的也来了，要不要塞子呀？啊，我这儿也有。哎呦，哦呦，急什么呀你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工作在哪儿啊？谢谢。跟姐姐一起来上供所啊！哎呦，供所太笑了。你这臭小子，想占梅花姐的便宜？你以为咱们红船姐妹的便宜这么好占吗？梅花姐吃了亏，那就是咱们红船的姐妹都吃了亏。哼！梅花姐吃什么亏了？哎，姐妹们，上！哎，姐姐们，姐姐们，饶命！别！哎呀，别！哎呀！哎，姐姐，救命啊！哎，谭志啊，救命！谭志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哎，救我！饶了他吧。他诚心想占梅花姐的便宜，饶了他，没那么容易。没有，把他扔到江里去。啊！饶了我吧，饶了我！喂！有话好说，别，千万别把我扔到江里边啊！啊，小心，三角，小心呐，三角，咳嗽啊，姐姐，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咳过了。哎，姐姐不是刚出去吗？怎么又要？哎呀，我等不了了，你呀，能不能快点呀？好。嘿，我看你呀，你是故意的。啊，不是，我天天发誓绝对不是。那你还不快出来？哦，好。哎呦！哦，对不起。哎，
哎，兄弟，啊，你脸色好难看啊！没事没事，怎么了？肚子有点胀啊。哦，是不是吃错东西了？不是，尿憋的。哦，那上公所呀？哎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一去公所，总有人在，见鬼了！哈哈哈哈，别闹的滋味不好受。哎呀，好了，表哥，上次算我不对，别拿我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喂，啊，有办法了？你有什么办法？等等啊，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别看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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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哎呀，你别拿我开心呐，真是。哎，不如啊，试试你表哥的绝招。什么绝招？你以为都像你啊？切！你们都给我进来。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老实说，这个是谁的遮羞兜兜啊？啊！哎呀，我肚兜呢？你看见我肚兜了吗？啊，肚兜？啊，你什么时候穿肚兜了？哎，小妮的肚兜啊，我怎么把它弄丢了？啊，哎呀，哎呀，表弟啊，平常看你老实巴交的啊，没想到你连小妮的肚兜都已经偷到了手了。哎呀，啊！哼，你们不承认，我也猜得出，这个是谁的？妹妹这是唱的哪出啊？江湖女子敢做敢当，你们不承认，我就把她扔了。哎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先别扔啊，那是谁的？别扔，那是我的。哎，哎，二弟，这，啊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哎，安志，他不会游泳，他是旱鸭子。啊！快救他！啊！快救他！快救他！快救他！小心啊！妹妹小心啊！我啊！太远了！啊！谭志，哎呀！谭志，谭志，你醒醒啊，谭志！当时我看大事不好，我就在上面大喊救命啊！白鹤姐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船边，然后她就扑通跳到水里，上你游啊游啊游啊，把你救到了岸上。看你就是不行啊，于是白鹤姐就嘴对嘴的给你吹气啊，这才把你救过来。什么？嘴对嘴？当时的情景真令人嫉妒，又令人羡慕。这边是个绝色女子，这边是个小和尚，两个人的嘴巴，嗯啊，你去去，你胡说什么？不信，你去问一下上面呢。去，人家不顾男女之嫌，舍身来救你啊！你真不是好人心。嗯，嗯，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上。哎，喂喂，姐姐，这是女人的衣服啊。嗯，就是让你们改个样，尝尝做女人的滋味。你穿好了，立刻给我上去干活。哎哎，喂喂喂，这也不错嘛，想不到这辈子还可以尝尝做女人的滋味。不男不女的，像什么样子呀？哎呀，你怎么扭扭捏捏的？不是已经办过一次吗？那是迫不得已。哎，这说不定是你的救命恩人让你换的呢。白河，这回啊，多亏了白河替咱们说话，咱们才会有今天呢。哎，我看十有八九，那个白河是看上你了。哎呀，就就就就就胡说什么呀？你赶快换好啊，我去干活去了。哎呀，兄弟啊，
你怎么真的跟个大姑娘似的？只不过让你扮，又不是让你真的变成女人。来来来来，快快上，我先走了。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能到南少林呢？真不知道他们会成什么样子。两位姐姐早，你们还挺勤快的嘛。你给我去把马桶洗了。马桶？对。不洗是吧？不洗立刻给我摇船去。你走吧。哎，两位姐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到南少林啊？怎么连红船都留不住你的心？小僧一心向佛。真够没良心的。何妹，我们不理他，练功去吧。哎，起床了。早啊。妈妈说了，在船上的人呢，每天都得去舱外练功学戏。姐姐，我是个出家人，不能有七情六欲，不能唱戏啊。哼，抱着红肚兜睡觉的人还说没有七情六欲？怎么，你想吃白食？不是，妈妈可给你们算了一笔账，全写在这上面了。你呀，自己好好看看吧。我来念。哇，自弹至三角二人上船即日起算，每日三餐柴米油盐灯台火烛衣着损耗等等，二人共欠红船白银200两之多。那么多啊？你打算怎么还这笔钱？那我跟三角在船上打杂工不算工钱啊？那也只算是个听戏的钱呀。那姐姐想让我怎么抵债啊？还不上钱拿他做抵押。不行，姐姐要命可以，要他不行。怎么，这东西有多贵重啊？难道比命还值钱？姐姐不用说了，你说吧，红船的债你让我怎么还？那就像戏文里一样，来个卖身抵债。卖身抵债？哼，其实也说不上是卖身，只是要你们呀跟我好好的学戏唱戏就行了。啊，好主意，我三角愿意把我的青春卖给红船，终身跟姐姐学戏。你姐姐，我学不了戏啊。那这样吧，你唱不唱戏咱们抽签决定。我这儿有几张纸条，其中啊有一个写着字的，如果你抽到了白条，你可以不唱，我早日送你去南少林。如果你抽到有字的，我还是要送你去南少林。这不过你要跟我好好的学戏。哎，好主意啊。万法随缘。好吧。怎么样，我说了吧，万事呀都得讲个缘，这回你没什么可说的了吧。起来了，你愁眉苦脸的，
给谁看呢？你要是不想跟我这个师傅学戏呀、啊，我给你换个人。不用了，师傅，我一定用心学习。哼，那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呀就好好学戏吧。嗯。哎，姐姐，嗯，拿顶倒立、下腰虎跳，这些我全都免了，免了，你只要跟我学学唱就好了。哎呀，姐姐真是太了解我了，我最拿手的就是唱啊。戏曲它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，咱们今天先从指法开始练习，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学。这个是兰花指，不对，是这样。哦。啊，然后再这样。温柔一点，柔一点，然后再上来，哎，然后再指出去。给我抬一下嗓子啊！咦咦，这儿用力，向上喊，再来一次。嗯嗯嗯，咦咦。就你这破嗓子还想学唱戏呀、啊、哼。哎，红莲姐姐。哎，对对对，红莲姐姐，红莲姐姐，你别着急嘛，再指过去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、啊、慢慢来啊。眼睛跟着手走。好，对，我再认真的，然后好好的给姐姐唱一遍。再这样唱吧。再这样。那边唱去吧。啊！再这样，这样。啊，好了，这个我们先不学了。下面我教你一出戏吧。这个戏的名字叫做《双下山》。哎，好一出《双下山》啊！什么叫《双下山》呢？我告诉你吧，《双下山》讲的呀，就是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小幽女的爱情故事。哎呀，你跟我走吧。这个戏、啊，姐姐，这个戏我不能学、啊。哎呦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哎呀，这走吧，走啊，走啊，洗澡去啊。色落西，
起来。起来，三角，三角。